季呢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其实，在社区里面呢，上季还有在周主席的那个领导下呢，真的是为社区呢，为我们的，其实特别是我们的老人家的社群呢，做了很多。所以这次这个新的设施呢，看到很完善，而且主席还有他的团队呢，已经把很多的那个构思都想得很彻底，所以感到很欣慰。相信我们的居民呢，可以从中一定会受惠的。左主席，你看了吗？真是很热心于公益，热心于为我们的社区服务的人。如果还没有知道上季的那个他们做的那些活动啊，他们做的那些服务啦，可以不妨来看一看，来参观参观，对吗？他们就会发现呢，其实上季是一个完全一个真的是很乐于助人、很有爱心的一个慈善机构。今天呢，特别感谢蔡瑞龙次长访问上季医社，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意见，也很感谢很多上季的荣誉主持，还有支持者，还有捐款者来上季造访，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。然后上季医社呢，会尽他的所能，尽他的一切，配合政府的政策，照顾低收入的居民，照顾社会大众。希望有国才有家，家和万事兴，善与国同在。还有昌溪的慈善中心，欢迎慈善机构共襄善举，来这边做活动，然后呢，希望活动慈善活动越做越大，然后共享资源。谢谢大家对上帝一社的支持，感恩大家，祝福大家。